你嘅家居布置有几夸？我特别喜欢夜总会跟幼儿园的结合那种感觉。你嘅衣柜必定更黑爆。内裤就是这样的，太丑了。还有这样超人的裤衩，有披风。面对咁丧嘅客人，设计师点咁交行货？我的这个名字叫做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超级无敌旋转跳跃，要不能停，站好。拜托了衣橱，星期四晚11:30，喵 Jelly 紫金国际台。